如果有程式交易帮你手嘅话，每一日好似我咁样饮紧嘢，只要有交易日嘅话咧，每日可能有50蚊、100蚊，甚至乎200蚊美金嘅进账。嗨，大家好，大家都知道我今日身在菜蒲老师，叹紧杯 Mojito。其实当你咁 chill 生活嘅时候，你唔一定要好花时间去经营你嘅生意，又或者好花时间去日日睇住个市。如果有程式交易帮你手嘅话，每一日好似我咁样饮紧嘢，只要有交易日嘅话咧，每日可能有50蚊、100蚊，甚至乎200蚊美金嘅进账。咁对于一般嘅打工仔嚟讲，或者一般嘅中等收入嘅人，系非常之大嘅帮助。我哋 4Forex 嘅目標咧，就係想將一啲非常之優質嘅程式改良到可以令到大家好輕鬆咁樣去使用，幫你好自在咁樣賺到一份被動式收入。而呢份被動式收入咧，係你唔需要經營嘅，只需要咧得閒去望一望，依家大概户口去到幾多，你就可以咧每一日去 withdraw 你嘅利潤。我哋好多學生咧，都係透過呢樣嘢嚟達到去移民嘅效果嘅。咁佢哋移民咗海外之後咧，可能喺工作方面咧，唔需要太過擔心，都可以喺當地咧好自在咁樣生活。咁呢個我相信係程式交易用電腦取代人類幫手賺錢嘅好重要原因。其實咁多年教學生涯啦，遇到好多唔同人同事啦，特別係新手嘅學生啦，喺玩程式交易過程入面，佢哋可能會遇到好多自己想做嘅嘢。譬如舉個例，佢想用程式交易嚟炒 crypto， 買賣股票、買賣倫敦金，又或者石油。咁其實以上嘅東西咧，全部程式交易都可以做得到嘅。但係咧，以上嘅投資市場咧係比較波動性大，你可能會賺錢賺得好快，同樣地，你都可能虧損一個大嘅金額。我咧就俾新手一個好重要嘅建議啦，投資第一個目的就係要保本，第二個目的咧就係要有穩定嘅被動式收入，而唔係話我突然間要賺好多，跟住轉頭又輸翻落去。完成咗呢一個步驟之後咧，你將每一個月使唔曬嘅錢，你可以再攞嚟投資嘅話咧，你先追求快速而巨大嘅回報。咁樣咧，呢個節奏咧就非常之好啦。菜蒲老師呢度啲人咧好 nice 嘅，喺行街嘅時候撞到好多人咧，都會同你打聲招呼嘅。其實我有個目標咧，就係想用程式交易幫助多啲人可以賺到呢個被動式收入。假設去到一個位啦，推動呢件事情去到我想要嘅地方嘅時候，可能我就會唔一定留喺香港，好似今日咁樣嚟到菜蒲老師，我估我將來都會得閒嚟呢一度住翻一兩個月。有好多嘢咧，只需要係用電腦得閒遙控一下就搞掂。嗰種情況咧，就好似係我唔係移民去歐洲，又或者移民去其他地方，而係我去旅居，得閒去唔同嘅地方居住一下，體驗曬當地人嘅事同埋嗰個嘅民族嘅特色，佢哋嘅文化，佢哋嘅修養。感受一下，擴闊自己嘅眼界，我會有一個家嘅觀念，所以我組織家庭，我有自己嘅小朋友，有自己嘅女，咁啊依家個女好得意啦，個女大概係8個月大、9個月大啦，依家已經開始識得啱啱叫爸爸，好氹得人開心啊！我相信佢絕對係我嘅前世情人添。如果有機會咧，我都想抱個女出嚟，同佢一齊同大家觀眾見下面。最近咧好多人啦，都是嚟自 Bitcoin 嘅，走去轉嚟學我哋嘅程式交易。咁佢哋一開始嘅時候咧，會有個諗法啦，就係話 Bitcoin 嗰邊咧有好多平台，有好多嘅唔同嘅服務供應商，佢哋話佢哋有自己嘅程式，去不斷咁套利，入咗錢落去之後，每個月攞錢，佢只要喺個網頁上面咧揀選邊個程式去使用佢就得啦。其實我覺得呢一樣嘢咧，某程度上就係將你啲錢交咗俾個平台去幫你管，去幫你投資。咁至於佢用嘅投資策略係咪安全穩陣，係咪可以持續提供回報，定係俾一個帳面回報你？呢一點係我覺得有保留嘅。第一，我冇接觸過佢哋，所以我好難去評論。第二樣嘢啦，我覺得程式交易係可以投資 Bitcoin 穩定收入嘅。不過你一定要好了解當中嘅操作，係咪真係將所有嘅蝕本門，即係我哋講緊嘅死門去封曬？如果正式上課程啦，會用到一個分析技巧咧，去分析每一個策略係咪安全。嗰個分析技巧咧就係 SWOT。咁好多年前咧，係讀 MBA 或者上一啲工商管理嘅時候咧，佢哋會講到嘅攞嚟分析一啲企業嘅技術嚟嘅。
SWOT 咧係好快咁樣分辨到一件事情咧佢嘅強項啦、弱項啦，佢即將會面對嘅有啲咩賺錢嘅機會啦，同埋風險。咁一旦當你見到風險嘅時候，好清晰釐清咗，加上你明白你個弱項喺邊度嘅時候，弱項加風險就係你成個投資系統嘅死門啦。點樣用技術又或者有足夠嘅應變能力去將呢個死門去封咗佢嘅話咧，係一個好重要嘅整體 planning 嚟嘅。如果呢個 planning 咧你係唔掌握或者一知半解嘅話，千祈唔好放大錢落去進行投資，咁係好危險嘅。另外啦，有一樣嘢叫做 SO 咧，即係話將你嘅強項 S 啦，加埋 O opportunity 啦，兩樣嘢二合為一。去到 SO 咧，即係我哋講緊投資嘅生門啦。你用咗你嘅最大嘅強項，加埋依家市場出現咗一個明確嘅機會啦，係啱你呢個強項去賺錢嘅。你點樣去將你嘅資金安全地一路推進，將你嘅利潤最大化，係整個策略最重要嘅基礎嚟。咁而呢樣嘢咧，都係需要一個投資者咧，好清晰咁樣掌握。咁所以咧，喺我哋嘅課程入面啦，呢一 part 係我視為最重要嘅一個學問之一嚟。點樣好好掌握呢個學問，形成咗成個核心非常重大價值嘅資金管理啦。一般人講資金管理啦，係講緊點樣去控制 drawdown。控制 drawdown 咧，只係一個結果嚟嘅啫。個因就係你點樣去調校你嘅 SWOT。你知唔知道你嘅死門喺邊一度？點樣控制？呢一個先至係成個風險控制嘅因。OK，thank you，thank you。哇，啱啱咧服務生咧送齊啲食物俾我啦，俾大家望下，成個頭咁大嘅絲沙律啦，加埋呢一嚿嘅牛扒啦，係大過我手掌嘅，仲有呢個脆卜卜嘅炸薯條啦，簡直咧就可以將我咧變成一個頂級嘅肥仔啊！依家睇到都飽咗啦，哇！仲跌咗條毛出嚟添，哦，蝦啊竹蘇嚟，蝦啊竹蘇嚟。嗱，嚟緊我哋有個兩天嘅免費工作坊啦，係教大家點樣炒恒生指數嘅，利用呢個最新嘅金融科技。如果完成呢兩天嘅課程嘅話咧，我哋係會送你一個棋子時光機嘅體驗套裝嘅。咁點樣報名呢？嗱，如果你睇到呢個 YouTube 啦 ，YouTube 下邊呢個位置，你睇到呢個 YouTube 影片啦 ，YouTube 嘅影片咧下邊呢個位置咧有一個兩天免費報名嘅連結嘅，只要你撳一撳佢 ，click 佢。就会入咗呢个两天报名嘅网站㗎啦。咁下面呢度碌落去啦，你会见到有一个报名嘅位置啦，喺呢一度。只要填咗你嘅 email 啦，你嘅名啦，同埋你嘅电话，你就会收到一个电邮确认你嘅报名。电邮呢会通知你呢喺当日呢几点钟用边条连结呢去睇我哋嘅网上直播课程嘅。嗱，喺呢个网上直播课程开始之前啦，希望趁住呢段时间仲有时间啦，你可以睇埋我哋 4Forest 嘅其他教学影片嘅。喺 YouTube channel 嗰度我哋有大量嘅教学影片啦。当你睇晒呢啲教学影片嘅时候呢，你会对于未来 online 课程更加掌握嘅。到时我哋喺网上直播间见啦。如果你想知道更加多点样利用程式交易 L Coach 帮你赚钱嘅知识，记得 comment、like 呢一条影片，同埋 subscribe 我哋 4Forest 嘅 channel 啦。